北京时间10月13日晚，国足主场0-0战平印度男足。赛后，吴曦接受了媒体的采访，谈到本场比赛，吴曦表示，我觉得我们实力还是比对手强很多，但是在机会的把握上欠缺一些运气，对手在防守上下了很大的功夫。谈到球队上下半场的反差，吴曦表示，对手可能研究了我们的进攻站位，他们上半场的防守做得比较好，我们下半场通过人员的调整和阵型的变化，从中路转移到边路传中都给对方制造了威胁，创造了很多机会，但是没有把握住。谈到本场比赛是否展现出训练中的内容，吴曦表示，我们发挥出了训练中的 60%。 里皮赛后表示，有些球员的心思不完全在国家队，对此吴曦表示，作为我来说，不管是国家队比赛还是俱乐部，都是全力以赴去面对，我觉得其他球员也是，如果代表国家都会全力以赴去比赛，